对呀、啊。新开的。他以前也是，但是他后来。以前叫太创。上来我看是有吗？有吗？有。那应该是啊。对呀、啊。那就是换了。每次来也没注意。很正常。耳朵这边上，我不敢抠这里的，抠都出血。抠狠了吧？嗯。是不是你抠狠了？抠一嘎巴嘎巴响。指甲，不，什么指甲去了？大耳屎应该是。今天中午吃啥呀？那不是我拿过来了，再弄点别的吧，光那个够不够？够呀。你说的没毛病。三角杆为什么这样？你这个呀，会支架呀，这是。会支架以后，这个下面就是这种。嗯。有感觉。嗯。啊。这个小的一般有啊，有点跟肉里扎。放松，不会有感觉的。看出来了。昨天我媳妇在家抠的。怪不得我说这个指甲怎么，按理说应该比这个长嘛。这回没有，这回始终没抠啊。他把上面给你抠了抠吗？没有，现在始终都没给我抠。啊。我以为你说他昨天又给你没有，现在始终没抠，还是上回你抠完的现在。嗯，不要动比较好，因为动了以后容易留茬子，你们自己接。抠不着都不好抠了。对。这是20多天来一回。行。反正就是别让自己遭罪。对。人家
或者抠不害怕，你这你抠长了我知道。对。你那块儿抠你都不知道。就跟开盲盒似的。嗯，是不是？嗯哼哼。就跟我不是平时我们发视频嘛，各个平台，他们就说嘛，说离得太远了。我说，在网上能找到好师傅，离自己远。现实中去抠，就开盲盒。好多，要不然就是去自己本地那个修了，发现就是没有好的，一抠都疼的。但是呢，周围又没有。哦，电话。哥的电话往哪了？这上哪儿就是习惯。嗯，上哪儿都是习惯。完事了，还有就是你。第一，上点是习惯，你首先你得就是适应了他这儿，对啊，你感觉他这儿确实没问题。对啊，你说他要扣的疼，你那肯定就没有习惯了，就没有第二次了。这玩意儿就怕疼。对，其实不止你怕疼，都怕疼。都怕。但凡不怕疼，自己在家使使劲儿，都抠了。对呀。像你对自己狠一点，就跟他们薅指甲似的，咔，整个指甲薅下来，那达到这种的狠度的人，那我是不行，我疼一点都不行。也确实就不用修了，我这个大的那种。我是疼一点都不行。嗯。他媳妇就狠，抠。他给你抠又不自己又不疼。就跟我领我孩子去抽血，完事了他就说他不敢，他怕疼。不是后来抽完了他也说不喜欢抽那个血吗？抽那个指尖血。啊，我说爸爸不疼啊。他说抽的是我，也没抽你，你怎么疼？嗯，我说的没毛病。能感觉到，关节都疼。对，就看李亚东七号进的。对。七号是俺们二老板，你们二老板呢？嗯，我们给干活那是个兄弟他家。嗯，这车地。嗯哼，这是搞房地产的。嗯，又有钱又有。对。
这边有感觉，嗯。